谁在说像鸡蛋糕似的？这鸡蛋糕是黑色的。把头发剪了去啊！说鸡蛋糕。太香了。头发剪的啥意思？没听明白。浪费呀、双击马上直播。老香了。两年不吃我都想了，现在来少来点啊！老多人乐意吃鸡蛋糕，不是中午节哈，一下干流嘴，干露馅儿了，别说话，净说实话，你上高点太酸。老肥了，这个肥不肥？我靠！哎，别别别！
牛骨髓。哇，像不像鸡蛋羹？哇，哇，今天得烤糊了，但是闻着可老香了。哎呀，糊了咋还嫩了呢？糊的好吃啊。看看啊。